在海南澄迈县的柴屯村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。这里乡村的宁静与现代的气息交织，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生活画卷。春耕秋收，每一个场景都是让人无法忘记的画卷。走进村里的咖啡书屋，一股浓郁的咖啡香与书香扑面而来。挑一本心仪的好书，品一口香醇的咖啡。窗外的田野与远方的山峦构成最美的画框，将这份悠闲时光定格成心中最美的风景。在这里，每一页书的翻动声，每滴咖啡的滴落声，都似乎在诉说着新农村生活的美好变化。柴屯村不仅保留了乡村的淳朴与宁静，更增添了现代文化的气息。村民们在享受农业丰收的喜悦同时，也能在咖啡书屋中找到精神的寄托。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咖啡书屋，更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缩影，是村民们生活品质提升的见证。在柴屯村感受慢生活的美好，发现新农村生活的无限魅力，让我们在这里放下城市的喧嚣，找回内心的宁静，享受一段难忘的乡村咖啡书香时光。